又到一年一度的优质宠物用品展，6月28至30号连续三日在湾仔会展举行，今届有超过230个摊位，现在一起看看有什么精选宠物用品。有无糖天然的特色宠物鲜食，用了各种材料，包括蜂蜜、瑶柱、亚麻籽、黑芝麻等等，还有用古董饰品、半宝石、汽油柱仔、编织皮革等等制造的瑞典宠物颈链，还有独一无二的宠物牌，根据宠物相片用不锈钢制成名牌挂在身上，就不怕走失找不回啦。还有轻巧宠物手推车，有大有小，总有一款适合你的宠物。有台湾制造的魔术贴防护颈套，不同尺寸适合各种大小的猫狗。今年宠物展有全港最大型的室内宠物公园，面积接近7500平方尺，免费开放，还有大型许愿树。宠物展有其他精彩活动，包括香港小狗选举、儿童牵犬赛、冠军狗展等等。用信用卡消费还可以参加抽奖，奖品包括日、韩、台双人来回机票。放假热辣辣去哪里好？还不掹实日子来优质宠物用品展。你是不是都喜欢宠物的？MoCity 是香港的一站式宠物资讯平台，无论是宠物的医疗、产品、消费、玩乐，甚至是领养资讯，还有养得宠物的楼盘， MoCity 都有齐晒。我们还有全港最详尽的宠物诊所、美容院和宠物店的名单，等你在一个地方就可以找到所有的宠物资讯。所以说，宠物 MoCity。